到达意大利营地，没有设计设备，大概是九点二十分钟左右到达了意大利营地。这样我们先有两个队员也先下到直升飞机，另外两个队员呢先不再先送到 BC 大本营。现在他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Nice to meet you. Same to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too. Welcome to Dhaulagiri. Yeah, too bad.今天呢第一天到达梅西上午九点多到达然后感觉状态还可以基本上调整还可以休息的还蛮好据说这个傍晚风很大现在已经在晚上的六点将近六点钟的时间五点半吧然后风已经起来了现在帐篷被刮得呼呼直响晚上希望在这种大风中能睡个好觉。强了，强了，强了，强了！再来点土豆，还有面条，帕斯的。我反正今天的还有面，还有面，还有帕斯的。杨队，递给我土豆。我操，太丰富了，这个。帕斯的，帕斯的。没有勺子吗？一个勺子没有。老饶喜欢吃的吗？先把水把鸡分了。你把菜分我一点。菜。哎呀，这个菜太好了，这个菜，谁不吃后悔啊？来，绝对后悔。好，够了够了够了，谁不吃？这是谁吃四个花卷啊？这什么？黄土豆，土豆，出菜是吧？好，我怎么今天的胃口还反而不好了？那你叉子到哪去了？他们没拿叉子吗？你不吃怎么样？勺子给那个谁拿走了，来把这个勺给你用。我这有一个。哎。有点急，关键是。哎，没有急吧？给，放里头吧。快拍，快拍！
视频换视频啊，视频。我这是。那个，那拉近了拍，照亮他只顾喊他不拍吧。不拍了。我就还把电脑没有，怎么就摔呢？你说蛮丢脸的，对对的水准嘛。那么要一水准，我就按。哎呦！我的，上去，上去拍吧。上去拍你娘，上去都没了。不是了，我把火机。我操，肯定看到他们很刺激。我也是，我也不能来打的。巨大雪崩，啊！就是从这个位置，我们爬下来。找一个明显的答题好看，就不好看我操。在这儿不行吗？Yes, thank you very much. Does it? Yes, sir. The cigar, man.
是下班准备往上运输氧气和物资。就来下这个我们累。啊，就来下这个。是以前掉下来的直升飞机啊。天气太恶劣了。圈啊，都是新塔，你看那全是青色的，都是新塔下来的。那内圈啊，石头全露出来了。喊掉！还有一个，记得我送过来的，加油！
没事，可以上吧。这一段就没事了，基本上缓下去了。今天往一号营地攀登，整个线路一开始还觉得还是比较辛苦，有点辛苦。整个后面就是我们也不断在上升的队伍。机长，机长从脚底下换，不要从上面换，上面很容易挂了包啊什么之类的。他们是准备冲顶的，对，我是这么也偏。对，他没有上，还是那个原则，上午天气好走嘛，下午变天。对，有可能这个原因，但是下午变天，对，不好走，对吧？照理说一般人不会这么早到了十一号，像他们的速度适应好了六个小时，到了下午早早熬的也够难受的。对。沿途都有一些这样的巨大的冰裂缝，我们要穿过这些冰裂缝。
沿途有雪崩，这就应该是刚刚塌下来的一大片。对，还有一些巨大的冰裂缝，我们都要在这些冰裂缝中穿行。碎的冰裂缝，我们呀从这里穿过去，今天第一次向 C 一行军，感觉路线很长，尤其是刚开始有很多攀登的路段啊，感觉体力消耗很大啊，过了无数个冰裂缝，感觉有点体力不支，不过我想第二次攀登的时候，适应的时候可能会更好一些。Thank you.
到油站很长路，不长，100多公里开车。啊，那你个也得两个多。人家一到周末就那个上海的人全部都开车的。后来他们那个觉得不方便，我操，农村的人都都到克拉玛依去了。哎新疆的小县城都有啊。没有啊，今年我们家公司就没见到有。那你肯定正好没空吧？那给你看。他们说的。老王完了，走亲。吃完了，昨天睡觉前拉了一口，今天早上起来拉了一口。哇，太了的，状态好了嘛？没放的。要不然还跟不着一嘛？刚被晒死了。先说你兄弟，兄弟了，你兄弟了，你个兄弟。少来劲。我们不停的把他拉过去，他们吃下来拿点馒头还。拉了，拉了，拉了。烈风，冰，塌方区，冰烈风，要从这个冰烈风中穿过去。
这里到处是冰裂缝，有些冰裂缝非常巨大，如果一不小心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恐怖！哇哇，深不见底。我要从这里迈过去。哎！哇哇哇哇！又是一个冰裂缝，
这是雪崩形成的巨大的冰步区，跟这个巨大的冰块。Hello。这是伊朗队的。Hello。雪崩形成的巨大的冰块。非常恐怖，我们要穿过这个冰瀑区，还有冰裂缝啊啊，这是雪崩形成的巨大的冰块，这是在一号营地，海拔大概在5800米左右。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我们大概是2点钟左右到达，天气一直在下着小雪，整个营地基本上笼罩在雾中。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到中午变天，上午晴天。先问问赵亮吃不，不是那个谁机长吃不吃吧？你问一下。
点几里风。Yeah, this one is good. This is very, very nice. This one from here. Good one, lady. Don't touch my eyes. You are getting hot. You do this. Which one is the left side? The left side. The left side. The left side. The right side.这是我们行进的线路，前两天稍微测一下脸，侧面最好的，没照上脚，没事、后面的云也太漂亮了。前两天发生了极大的雪崩，什么队从这砸了十来个人？这个不是，那是马纳斯路。啊，马纳斯路。嗯，对。这个很危险，这个也很危险啊。对，什么巨大的冰块砸下来，整个线路被砸掉了，我们还要从这个线路上穿越过去。怎么吃的？是前两天发生的雪崩，整个山体垮了下来。Hello.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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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Okay, thank you. 这个快掉了。嗯。老刘，你可千万注意安全，别拍了。我知道，我过了这段我不拍了。万丈深渊。就是。巨大雪崩形成的冰块滚落下来，这砸掉那地方很危险，必死。那个大的晒晒一化，对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来了，是吧？哦，咕噜咕噜咕噜，现在还有咕噜咕噜。这个就是，看啊，这怎么下来的？啊！整个把行军的线路给砸坏了。把手套收起来，用不着了。进入了裂缝区，这就算路了。对，我跳了啊！跳，啊，小心！啊，这一路都是裂缝区。我操！小心啊！达瓦在前面非常小心地探测着下车的路线。前边有一个天坑，
看脚底下。OK。啊，一个很大的没录到，等了两小时才录，这是大了。我知道，我都录了。我下来喽。是照相是摄像。谁到我采访的啊？If and if we start here to see one, four, we go to eight, BC, BC two, eight man two. 我看我们要是一号走，一号的四号兄弟，嗯，看不完，六号到底，看不起，八号到家里，兄弟 ，OK， 八号到家里 ，Then I will send check for tomorrow。要休息一天干嘛？休息一天等直升飞机啊！你不是四号重叠的，五号下不来的，五号怎么下不来的？四号重叠你回到 C 啊，五号就下来了。五号下来六号吗？六号休息，五号下来就东西，对啊，五号下来吧，不是东西。我那个在看了，我这两个人差多多啊，从上面。拉丝了，我看看。上面看好好的。对啊，不知道的，随便个捡捡吧。到了岩石地这块。哦。这个鸟就不来，都是地板。我感觉是。那不是下面的那冰川，我藏亮冰啊，那都是。今年上面也有亮冰啊，看得出啊，哎呦，闪闪发光的。但是今年比去年好，因为你看我们这边都是雪，今年那方面是没雪。
这个坑大。跑的没这么大吧？差不多。所以，你从那个角度，能取到这个冰裂缝的背景，这个效果就比较好一些，是吧？给你来个特写。OK。巨大的冰裂缝，是之前的冰崩，将原来旧的线路路绳都已经砸断埋没，天气又开始变坏。对，还要穿过无数个巨大冰裂缝，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变了，下起了雪，小雪吧，整个这个地形在一片白茫中，这里就是巨大的冰步区，队员正在艰难地向上行军。天气已经开始变坏，我们在向一号营地进军。尼泊尔时间1:30到达了一号营地，我们是早晨6:30出发的。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OK， 啊 not thirsty。今天感觉状态还可以。不是很累。还行吧，应该整个啊，镜头里进雪了，我只能关机了，不好意思了，再见。往那边来一批人。嗯。对。队长，来给我注意点。嘿嘿。哎，给我挂了。别，挂到里边了。挂到里边。来，给他让去。你先把你的锁挂到那个上面。没事。哎，拍一下。相机也是。完了，俺的相机没法拍了。嗯，那镜头全湿乎乎的，看不清楚。我操！怎么突然一下子都刷过来了？上面风吹了。
没事。来，往前走，这个地方小。慢慢走。我叫你啊，没事，我说要不然你让我在前面，不是这么下，你顺着绳子走就行。等一下，我把这绳子跨过去，把开挂给我调一下。是你的吗？哪里的？嗯，就那个，对。对啊，是你的是吧？对。嗯，绕前面去，绕到前面。对。你到前面去，你先走。好。哎，我拍一下。行吧，马上让路，抓了你们先走。他都动不了，我下有啥用？没问题，直接下。我去，跳，脚后跟着地。你脚后跟就顶啊，顶啊，顶底下的冰啊！别用那个雪杖了，用脚后跟踢底下的冰啊！你把那个雪杖先给你收起来吧。你让韩信把那个雪杖给你收起来。那楼主往里面站一点。哇，水帘洞，你看，雪帘洞。雪莲洞，你要下吗？下吧，下我拍一下。最喜欢雪莲洞，我喜欢雪莲洞，不喜欢水莲洞。这世界上没有雪莲洞，这就是雪莲洞。我让你慢点啊。往南说不叫蒸汽车。他那，别害怕，到这我坐滑梯下去。你坐嘛，穿着底下一个石头。从那凹里先下去是吧？啊，待会那个凹里面你滑下去，你不是不可以啊？那么跳，不要拿单绳子，不要拿单绳子，一直到底下都不要单绳子。把开挂挂上，挂上。又拉手了。要开辟一个新的线路。登山杖子，啊！他是不穿冰爪，这就不行了。对啊，踩不住嘛，嗯。踩不住。一定要穿，一定要穿冰爪。啊，有点挂。用脚后跟啊，踢啊！用脚后跟踩。脚后跟踢啊，踢实一点。用屁股。那你用屁股嘛，人家用脚后跟，你用屁股。那雪，我操，你看，屁股，他不是用屁股的吗？果然是用屁股的。你看，拿脚后跟，踩住屁股了。脚后跟往前踢。等会儿，我操，这个，小心点啊。等他过来再说。你的手是没挡住？没有。用那个手。没挡进去。那流血还 OK 了。就是怕带石头下来。不过应该不太会有帐篷。帐篷怎么都找不到了，我操！真丢人了！
祝你们登顶成功啊！祝你们登顶成功，等你们好消息啊！啊啊，再见啊！走吧吧。高空有个降雪云团，七日八日显示在高海拔地区几乎没有降雪。哎，风力7500米以下，风力在未来15天内平均风速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但是在8500米高空显示八日的上午将持续上升，到八日的夜间将达到每小时87公里。九日上午才有所下降，在长周期风速预报图上，这种强劲的风力将一直延续到几乎整个下周，在14日结束。如果利用4日到7日这个周期冲顶，请务必要在8日凌晨之前撤到7500米以下的风速安全地带。900多，8号凌晨，你想可能吗？危险吗？哇，还有啊，那么长时间！你看刘雪，你看刘雪能把人冲下去的，这个绝对可以，这个绝对可以了，是不是？真是可以了，像瀑布一样的雪瀑，雪瀑布，还有呢，今早才没拿，我他妈装一天没水。我要打完个1.0点，我到8.6的话，猪肉往上一跑。咱们新军的线路上发生了流血，关键那地方好像已经没路程了，那地方没路程，对吧，老张？对，好像那地方已经没路程了，没有，所以不行，将他带在绳子上面系，哪怕简单的。对啊，那种流血都一样给你冲下来。这雪都快下去了。你看那里，那里现在越来越。我昨天也吃了。就是。你刚吃爆米花吃那么多。
这是什么东西啊？玉米，玉米。这个肚子，农民的就。对。我本来肚子就不大了，这个。哎呀，彻底。我有。大肥肉。撑得红红的。你给我这么多。我给你种。你上来说多少？82嘛，我最重嘛。啊，对。81.99吧。因为差不多重。82。82它是毛重啊。天气一直不好，下了大雪。我们的营地帐篷也是积压了厚厚的白雪。敌人的帐篷已经变得白茫茫一片。巨大的雪崩啊，今天天气终于晴了，见到了阳光，风开始起了，有一点大。顶风高空风还是很强。拿摄像机试，拿个脚架。
今天是5月10号，我们计划冲顶的第一天。我今天从 BC 出发，6点钟从 BC 出发，向 CE 一号进发。我们预计呢是11、13号冲顶，希望老天爷保佑我们每个队员。这块滑稽的石头就是沿着这条线路一直滑下我们的行进的线路，如果当时有人的话也是相当危险的。石头很大，正好在我们的线路上。这里就是新形成的一个雪崩，在我们通往一号营地的线路上，队员们在向一号营地攀爬。这个大坡强度比较大，队员们在穿过边裂缝区，整个的线路跟前几天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前几天的大雪把很多边裂缝都掩藏了，掩埋掉了。整个线路铺满了边裂缝，巨大的边裂缝。这就是我们行走的线路。队员们继续向一号营地进军。今天整个攀登呢感觉还可以，因为有休息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今天第一次进行长距离的行军，稍微感觉到有一点点疲劳，不过还可以了， OK 了。
对，行进的限制不满了，精力不满。我们只能从这里跨越过去。左右线路都是冰裂缝，有些冰裂缝还非常巨大。一会儿时间一点钟到达了一号营地，天气开始变坏。天气非常恶劣，队员在临时休息。先听一听。Yes. 好的。 No, no, no.
妹，你慢慢调，你先。现在很陡峭的斜坡上，今天早上风还是很大。今天我们就要向三号营地进发，很陡峭的大坡。凌晨1:30吧，今天准备出发。喂。Never you get Max regulator for you, okay? 没事，杨晨晨。Okay. 我也准备出发，到啊。Yes, now we are starting to go. Leader. Thank you. Thank you. Then, oi. Come on.
哎呀，小龙啊，哎呀，我到底我躺在哪？这个吗？啊？这个过来。我这打着，我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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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点钟，我们到达了达拉基里顶峰。顶峰非常狭窄，队员们只能拥挤着坐在这个平台上拍照留念。天气也不是很好，下起了小雪，整个视野不是很好。赶紧在一起吧，赶紧在一起，这有个对照啊。队员，你要录取上来了。那就叫我吧，你们都不，我就不看了啊。对，小心啊。好的。哦，两个给我拍一张吧。啊，两个方便的话给我拍一张。好。我拍一下地位。行。哦。是不是？嗯嗯，很好，下次再照顾。我不着急，下面的谁呀、啊？这谁的旗子拿过去？那你不用穿你的了。啊？这几天一边穿一边休息，歇着呢。什么？休息休息。啊？休息休息。快休息。怎么？张亮，你先帮我收一下。张亮。是不是？等会儿我让拿个给我拍一下，等会儿我让拿个帮我拍一下。
你说什么呢？小的长腿袋里面有一个送人的皮。张伟喝醉了，当时摄像机没来及套，但是他滑了很远，也滑了很远。一定要接阻，一定要接阻。老杨安排一下。老杨，张伟可能受伤了。对啊。很辛苦，谈不上顺利，这次的经历比较惨重，到时候还有一些队员的状况，向大家反映。Good morning. Thanks.让我刻骨铭心的到了吉里峰，
What's wrong? Huh? Mr. Young. Yes. Can you say hello to me, to us? Oh, yeah, yeah, yeah. Say hello. Only Mr. Young. Yeah, only Mr. Young. Other people? Maybe the people down there. Then going. Careful. It's okay. So
No.给那个他说一声，你说给那个， 因为他们出去没电话，让他们到直接到加都，哎，不要到博卡拉了，直接去加都。他们什么？他们到博卡拉要加油嘛？加完油就直接回加都去酒店或者去医院。他们上医院大使馆的转播口。去医院吧。 都体检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们也都体检一下。好好好。这大使馆都准备好了。你跟他说，上去之后那个有微信电话吗？你有微信电话？我打。都装大包，都不知道在哪。我这有。好好，OK。包。包的，马上到。My office, the guy who is in Pokhara, he has my number. Yeah. The guy who is in Pokhara. Call China Embassy. Embassy. From Pokhara. From Pokhara you call, okay? Okay. Here I tried cell phone, not working. Okay. Thank you. No problem. Thank you. Come on. Sorry, yeah. Sorry for the people. Okay, okay. Sorry. 拿个电话，我能打个电话给大使馆。这社区里看我什么东西，全部收过来了。都在。 我知道帐篷那他们都在收，只是头盔没拿下来，头盔太多了。还有我要全包里面装点卡。那个不会丢的，那不你在帐篷里边是吧？嗯。帐篷里边是吧？没事的，他们都在收。我走的时候他们在收，收好了，到时候能一起，应该一起拿回家都的。
Go.
对，你从屁股照一下，然后就比较完美了。
手杖，这一段颇深嘞。老张，哎，你能帮我拿行李跟登山杖来吧？好，抽出来一下。到前面。啊？到前面。我到前面。你自己的拿上，旁边那个手杖拿上。 你的，我还以为在你身上呢。那个，抽出一根来。那抽两根。好，那抽两根。我就拿了，拿吧，两个是吧？谁让你找手了？我操！不是我手酸啊，我也没找手。装什么逼饭？我操！ 我这手酸啊！我回来了，算了吧，谢谢啊，不用你在这里面招手，我会把这段剪掉的。哦，Hello， 哎，不能说话，走你们的。
哎呀，谁让你着水了？我操！带上去，带上去。你看看他们有没有地方放吧？好像他们都带上去了。前面，前面。我说放这头盔啊。前面，前面。
这个更大。 上面往下，我现在从下往上。 拍那些冰瀑，这个比上次又大了好多。好，这个比上次又大了好多。好。
去趟军令号。下边好深的，巨大的冰裂缝，啊！哎，塌方，都巨大的塌方，非常厉害，把整个线路都砸了。上边还有一块，有摇摇欲坠的，所以这条线路还是比较危险的，小心点。雪很大，我的小摄像机已经滴水了，基本上看不见人了，又是雪又是雾的。哎呦，我怎么都找不到人了嘞？机长哪儿去了？哦，机长呢？哦，在这儿。哎，梁哥到哪儿去了？我操！我顺着线路找一找，哎，先把机长找出来。哦，机长在这儿，看看梁哥在那儿。哦，在那儿，远远的，看到了现在。哦，不行了，高反了。C。这是对，
Hang on.韩信，你包呢？没带。你包没带啊？没带。我底下用的地又有根，他们虚的。先把脚后跟的血先搞掉，敲一下，嗯。暴雪，我操！这个雪坡本来就难走，下了雪以后更难走。流血，哎呀，流血，流血。踢雪。学校的很多人摔跤，真他妈累，嗯，我还真不知道，没氧气，喂，我现在只能走的那么慢，没理由的。那你怎么办？修一下？我不知道，等会等老杨过来，帮我看一下。嗯。
我以为是楼主呢，楼主的第一个。我一看，我腿也走不动了。楼主第一个。哎。到那边去，换个方向。我的氧气到现在都没出过，操！原来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我的天妈的！高手。高手啥？我累死去了，我操！我说怎么气血提不动了呢？旁边那田道四，爬步前进。啊？田道四，爬步前进。田道四，我今天田道没用了，我操！楼主今天田道2.5，蹭蹭蹭就往前跑，我操！调到1.5，开始没带漏偏了。咱那啥，咱那里风啊，风一来就连到等的，就没问题呼吸。不是我不知道。然后老饶说，你看一下氧气是不是没开？我操！我说我开了呀。一看原来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怎么就是没出气？我操！这个超级拔坏了。我不知道，我操，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东西可能有点问题，我操。现在出了没？嗯。My regulator some problem. From camp to here, same pressure.I never use oxygen. I'm so tired. You also. I think that's not funny. Yeah. That's a bit dumb. Yeah, yeah, this thing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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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Oh, now. Now help. So much.老梁没氧气了，老梁的氧气用光了。老梁拼尽最后一口气，我操，冲上来了，氧气用光了。累吧？好了，可以了啊。
了。对对对对对对，给我上，给我，我上了两步，上了，上去，现在都是下面，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脚后跟踢雪，脚后跟踢雪，脚后跟踢雪，脚后跟踢雪。这脚后跟不踢雪的慢稳呢，往后坐。越长得会动着呢，哪？越长得会动着呢。免得有你。把你把他们搞定，走了走了走。我自己这个挨着也不上车。往右，进来。看不清，下去就好了，下去就好了。嗯，往下走一点。放心，这是只有你又一次中文弟弟看到这里。背对着我，那就照亮。这个是谁？那看不清骆驼。哦，很辛苦。看。practice me that key one more. This one in here, how you doing?
Well, I'm base camera.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heck the visibility. Yes. Okay. Check the visibility. Captain. Yes. Gerald. Okay. Mount assistant. Everybody okay with that? Yeah. So we will not fly high above the ground. From the call, we go straight up. Maybe I do a turn, and then I come back, and then we will approach camp. Just stand safely, and then he will unclip. So he will be this one here. This is a twist lock. You see, you have to push, turn, and open. Push, turn, twist lock. So you will be here on your harness, and then just open. That's the whole story. Good. And he has radio communication with me. Yes. And Purna will be at the call, and he will be handling unclipping. He will clipping, unclipping. So you just get ready. That's fine. Good. Any question from your side? No. Not now. So, okay. Captain Peacock, he will fly you two and two up, and we take the rest. We will take yeah. Two. Okay. Okay. 你的命都不说命大，啊，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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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大，
我那我给你们最后，我就里边我就天黑了，他们我就一直陪着他，让他坚持。哎，我看到前面，我给我找照亮啊，下巴都没力上来，没力上来帮托。但我想他们还有一口气，我肯定要去陪着他的了。但他到最后，他的一口气肯定也睡着了。那我好只好自己。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我那我肯定知道他没那个李斌肯定是没有机会了，其他两个人我都不知道，其他两个人肯定不知道。衰竭主要是，人体失去精神支柱了，体力也可能也支撑不住了，后来搬也搬不动了，那么大的一个人你咋搬得动啊？对。 This is mountain. This is very, very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就是说这个道峰来说，我个人觉得哈，难度。
难度比珠峰比从传统线路上来说比珠峰大，这条线路比较大，比较大。如果说到尼泊尔登山的话，要做好功课，还是要做好功课。别以为4-8千米的山就可以登，这个是最要命的东西。那你最后的时候，你陪韩星他们一直待了多长时间？我压根到后面的话，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这个是各个国家对山友管理的一些东西，咱们现在探讨起来有点太复杂，而且我们在那说话的话，说真的，没碰到这门板上那个钉子，没碰到脑门上，就不是你的，碰上去就他妈一个血液，就这回事。你自己对这山的准备，有时候说实在的，人有祸福担心，山有不测风云啊。再加上他们这次几个事情全都凑一起，这还有一个登山啊，全凑一起。不是登山还有一个啊，那个体力不调查说。也起码说李斌这个人也没有划坠，什么东西没有，就是走，后来人体就衰竭了。我看着他从一口气变成半口气，就变成四分之一口气。走到还应该一个人的那个体质啊。就很奇怪的是，在其他山来说。在其他山来说，感觉比较容易适应的地方，这次觉得很难适应。你像那个李斌，完全就是那个没体力造成的，这后来他就没体力，走不动了。那韩星呢？韩星，我就不知道分手了，我没见了。韩星最后给我说几句话而已。以后我感觉他精神状态不错，但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他走了，那个时候我的意识已经模糊的了。那老饶，你和韩星不是待在一起吗？七千四的时候，我几乎我没跟他待在一起过。哦，在后面。你们俩是分开的是吗？韩星，我印象当中几乎就没有跟他在一起的，因为那个。我印象最后一次碰到他的时候，还是我救了他一次。他从雪峰上面滑坠下来。他滑坠了是吗？对，他滑坠下来之后呢，本来按照你来说的话，别人是应该是把镐头横过来挡住。但是说出来的，我跟他没登这没在一起登过山。他这边冲下来以后呢，两个血，那个冰爪送钱的。这个情况下，我不能放他过去。那我的那个向导。就早就躲开了，他是杀伤力了，我就把冰镐前面一插，撑住，挡住他了。对，我刚挡住他没多久，就是张伟，那时候我见到他最后的一个印象。张伟那个时候你还碰到过张伟？张伟不是下去了吗？我张伟从登顶以后就没变。张伟后面不是滑坠吗？我看了，我看止不住的样子，哐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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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就。你滑雪如果滑的位置好的话，真滑雪很舒服。那是是，那是。那你要滑的位置好。那你再去试一下。是的。那位置要滑的好。这个下来太辛苦。杨队，那个李斌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衰竭吗？李斌就是体力衰竭，没有力气了，没有滑雪。我为什么？我一直陪着他最好，陪了几个钟头。就要几个钟头，我老是到下巴帮我来把他拖到帐篷里面，可能好一点。他就是衰竭，没有力气，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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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慢慢死掉。他也知道自己不多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就让我死吧。没办法了，对呀。是，李斌。那是在多少高度呢？李斌。那个骑马岩，我估计骑马有个7800，没有那么高，
离C3已经很近了。那我们为什么我走了走那个时候我走下来还是走了差不多30个小时。你今天走从 C2 走到 C1 也要走5-6个小时。那大概多少了？大概多少的？那个地方，反正比西山要高很多，高个几百米肯定要高。没有几百米，我指吧，那我走下来走了那么辛苦了。啊？我感觉起码还有几百米。脖子疼。啊。躺一下，你上去躺一下吧。躺可以躺吗？那里有那直升飞机的那个垫子，你坐在那个垫子上往后一仰就躺上了。刚才我睡了一觉了。杨队，他夏尔巴上去几趟救他们的？三趟。上午，我醒过来以后，夏尔巴就在准备，上了一趟，第一趟是带的氧气，有葡萄糖水和食物，上去以后，队员都走不动。说是不下车，然后上午10点多的时候，夏尔巴第二趟又上去，还是碰到这些队员。到下午2点左右，是夏尔巴最后一趟上去，因为夏尔巴也有负伤，3个重伤的，体能消耗也很大。最后一趟。找了一些没有，就是前面两次没有救援的又上去，是最后把饶建峰拖下来。那韩鑫什么情况啊？韩鑫他们说没有找见韩鑫、没有找到，没有找见。哎，韩鑫那个上午说他说他要走了，可能自己走下来了，可能是我路上。上午第二趟的时候，那他跟我告别的时候，把罗国龙扶下来。那个时候韩鑫状态还行。最后一趟下，最后一趟下班下来，天已经晚了，已经快黑了。下午6点多吧，那个姚建峰下来，韩鑫没有下来。又问下班说只发现姚建峰，没有发现韩鑫。So two people is gone down. This walk.He's coming here, helicopter. He's not. They look me. I lucky. Yes, you're very lucky. 中国登山界又出一个奇，又出一个奇闻。Excuse me. Do you like a satellite phone, you are? Give me one, you are. Give me a satellite phone. Give me one. He's your phone.你的命好不好了？命不好的话，你爬一个2-3千米都有问题。你说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回事，我姐那个七天，在那个地方也是心都要绞脆了，也已经快要衰竭了，我不知道怎么又挺过来了，我也一步也动不了了。老杨都已经开始有点崩溃了，那个时候，你们感觉到里面空气已经不对头，感觉里面那个，然后我到这个时候还，小心谨慎，怕得罪你们。先把这车搬上。
有敢开不是你合理的建议要提一下的。那行，加速了，我 sorry。不合理的建议要提一下的。不合理建议提什么？啊？合理的建议你也不提呢？那种在帐篷里不合作。就是这种事。你好像出问题了，慢点了。极小的深谷里，从那个山坡上滑下来。照亮是应该在后面，在之后滑出来。滑出来之后就没找到什么。我这一看你命了，你看他滑了个十米，滑了个雪坳里面，滑不动了。他如果都是他妈的尖尖的、硬硬的，怎么自动啊？把人弄慌了，不知道蹦高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你滑个几百米下去，肯定没有了，是不是？谁吓得？就是你那当时活着，你都没人来救你了。你妈的蹦那里，他妈睡个一天24小时，肯定也没有了，是不是？现在已经过了24小时了。那个羊队的命好，人家正好发现了，把他给拖上来了。是吧？你往西就滑个几十米，人家看不到你，你咋办啊？是吧？没办法的。你现在如果真的滑下来，你那个照亮，你怎么去找他的人啊？具体哪里滑去的，你也找不到。你不知道滑了十米，滑了100米，滑了几百米。不知道滑到哪个山沟里去，他不是钻了我那沟里，一滑就心慌，那个体力马上就没有了，那爬得上来？也就是说是，13号你们出的事，遭遇天气。对，13号下撤的时候，登顶的时候已经。是12点，中午12点。有的队员已经是1点、2点、1点。基本上都是12点多到的，到了以后12点半左右下撤的时候有点起云，就看不清路线，有几个小二八带路。我们在那节路上消耗的时间太长了，队员走不动了，就老停。不走，到晚上6点多、7点的时候天快黑了，已经就是全部的那个雪坡都过完了，过到那个离西山不远的那个岩石路段，就那个路段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那个。绳索的，其实我的印象中已经早就开始有绳索了，因为绳索往前延伸长在雪坡上面，从雪坡那切过来，切到岩石呢也没有看到绳索。但这个时候呢，看到河谷里有接应的夏尔巴的头灯，挺亮的。看到几个头灯，我们想离营地不是很远，但它的位置。不是在那个上来的那个岩石山脊上面，是在山谷里，在一个比较陡的一个雪的槽子里，就可能有些松懈，想着碰到下巴来接应，就是从这个雪坡往这个山谷里面下的时候出了问题。那时候就是。赵亮、韩鑫、老楼，还有张良，李斌，我们六个，
我们西哥是在一块儿了。哎，苏西哥，这里是。伟哥早下来了。哦，伟哥他是因为滑坠，他下的位置比较低。买的有点显摆的线。碰到下二八，就把他绳子带出去。那晚上你和张良回到帐篷？没有，晚上我是怎么回去的？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已经禁不住了。之前那段雪坡，艰难，现在只有一点一点上。消耗特别大，全身也是。衰竭的边缘。你说，也你不能一波是吧？就滑坠之后，滑坠我记着，滑坠。哎，起码咱们都。有玻璃啊？摔了两个。石头掉到石头上没停住，又掉到下面一个石头，又掉下去。后面的就记不住，后面是半夜到。到凌晨了，凌晨五点多六点，清醒过来，清醒过来，发现这帐篷里面，我们四个夏二八，一个很小的帐篷，家伙，他们把我放在中间，有一个夏二八还一直安慰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就是你运气好，我。是因为当时是模糊的，就觉得旁边睡的都是李斌啊，还有其他这些队友。那后来醒了以后，发觉都是下巴没有队友。出来以后，看见知道张良回了帐篷，过去问他说五点多，天亮了，摸回来。他们那些人，没走，我们机长呢摔进去。有点把心疼，严重。他们背着管摔的。这下二八已经有三个下二八，又上去，准备物资啊、水啊、氧气，又上去了。上去以后到八九点回来说这些队员不走。那时候赵亮已经出事了吗？赵亮好像出事了。夏尔巴说看见赵亮摔下去了。第二波夏尔巴又上去了。再回来的就是我老婆回来了，说队员在走。只不过走得很慢，还有三个在走，那三个就是韩鑫、姚建峰和吴文。说还有三个人。不帮我进去。那再下来就是下午，就是老柔被带回来了是吧？老柔。下午五点多吧，五点六点。姚建峰一个人回来了，后面应该还有韩鑫。韩鑫没回来，夏二八说是没早见韩鑫，只早见姚建峰，把他带回来，两个夏二八带回来。那十五号你们都在7300，十四号晚上是吧？十四号晚上在7300。你们四个？四个人。就是十五号你们开始下车是吗？十五号上午。又去找韩鑫了吗？去了，下二八又去找了，下二八在7300还有留守呢。现在还有留守吗？没有啊，到十五号。风也大，又在下雪，下巴可能判断韩鑫也找不见，就十四号的下午，就
是十五号上午八点多，邮寄联系的邮寄直升机来，那直升机看能不能发现生存的还有活的，这样下了巴上去。但是十五号就是昨天上午九点多吧，九点多直升机它攀升不到这么高的高度，因为七千多。对对对，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只在最多6900嘛，只看到了 C20 的。六千都不到 C2， 因为 C2 也有下28。他说看到直升机在 C2 下方盘旋了两圈就走了，因为那时候云又上来了。对。你们十五号就开始往下撤了？对，十五号张良撤的早，张良是上午6点多开始下撤的，我们三个是上午10点多开始下撤的，撤到 C2 的时候，张良是中午不到1点，12点半。张良撤的也很艰苦，他撤了5多小时。我是12点半，将近1点的时候撤到 C2，在烧水等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是下午4点多撤到 C2，撤了6个小时。没劲再往上撤了是吧？哦，不能再撤了。昨天下午到。下午天也不好。哦，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他们两个喝了些水，准备下车。夏二八说这个又刮风下雪，说现在车比较危险，就建议住一晚上，第二天就是今天一早车，最后才能按他们的建议住了一晚上。住了一晚上是今天凌晨3点多起来。我是已经到 C1 了，到 C1，碰到救援的直升机，他们两个在一半的位置 ，C2、C1 之间，直升机先把我接到大本营，又上去，把他们两个分别接回来。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就给他，我想拿那管给他对着嘴啊，或者让他这样的鼻子拿着管也不行，后来一看那阀都没用了，关也关不上，开也开不开，就滋不停地冒氧气啊，在这后边我给他调了半天，在那路上后来我就看他不行了，然后我就让赵亮，我说一开始他不行我就赶紧让他到我和那个韩金的中间，那不是解组吗，让他到中间，我看他越来越不行，我让赵亮过来照顾他，最后也没用，他就放弃，他放弃了。刚有云起来的时候。对呀、啊，他就放弃了，不走了。我那时候也意识很模糊，冻透了，冻迷糊。知道，我感觉，我估计你也高反了，肯定是高反。他们说喊你，我说喊杨春风，他说喊，他们不理我，说喊你啊，不理我们。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可能1个多小时没意识。你知道吗？有那个谁，韩熙第滑坠2次，你知道吗？第一次他自己爬起来爬上来了，第二次我让我那夏尔巴下去给他弄上来了，他喊你，大家都就我们4-5个人在走，两个夏尔巴还有我们3个，你我韩鑫，我前面只有一个夏尔巴，对对，我在第二个跟韩鑫在后边，我然后后边是前面韩鑫，后面一个夏尔巴跟我在一起，他滑坠2次喊你，那时候我估计你也高反，没反应，就是从顶峰往下撤的时候，往 C3 撤那段，后来我们就撤到一个你说错，我们走的又错的地方了，所以又爬上来，那就在一个平台上待着，我韩鑫、赵亮，我们3个还有2个夏尔巴。其
实没错，那个河谷里不是有。往左边一靠，他妈就到了，下去就对了。就差这一段，就黑灯瞎火看不见，不认路。问夏尔巴，夏尔巴说他们不认识路。那两个夏尔巴，一个是拉克巴，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他说他不认识路，就在他们俩在躺，就在那睡。我操，那么冷，给我们仨冻的就在那打哆嗦。那时候赵亮已经高反了，说话开始说胡话了。有一个来接我们的夏尔巴在河谷里面还碰到了罗伯罗巴，他们最后合在一块儿。那个就是把老楼给弄下去了吧，就是他让他爬过来，爬过来，你爬过来就下去了，顺着绳子。那时候我们就在见的面了嘛。那就那时候就是韩信和赵亮还在顶上。在，咱们还在那大呼小叫的，还在喊的。在顶，就在的，就差几米，十米八米的，都在一起。但是。我下车的时候还看着韩信了呢，没理由，而且那时候他比我们几个都清醒。没，就是那天早上天大亮了。对呀、啊，还给我揉呢。不，那你怎？我说我冷，受不了。说那个时间六点钟不到是吧？应该是那段时间，就在那段时间。六点钟还不到。对，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的意识已经模糊了？天已经亮了，很亮的了。天亮了，我已经知道天很亮的了。如果我，你说我的意识中就上面就跟有个客栈一样。就已经幻想了有个客栈，他们在这忙活，然后我那时候，但是那时候我那个谁达瓦带我下来了，另外一个达瓦就带我下来了。韩金他们还在那躺，老楼在那躺着嘛地下，然后韩金在这帮我揉，他帮我说我冷嘛，他帮我揉身上。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时间，反正就是大量了，我觉得他还是很清醒的。他最清醒了那时候。惊险讲话什么都来模模糊糊的，但是人没，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下车的时候没有陪他，说我这，他还给我告别，他说我先走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下车的时候那一段，那没有人陪的有可能，那一段是顶峰当全是岩石路段，全是岩石路段，叮当叮当那样的，不是雪坡什么的，所以这很容易滑坠那地儿。那没理由，他自己下车，他说他先走。那给我告别的。哦，他先走的吗，老楼？他肯定比他们先下了，比老楼他们先下了。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几点钟，我就不了解，反正天大亮。也就是说，张良你先走的，再是韩信走的。我第一个走。哦，要抽烟啊。Good, you guys go. Okay. Hello, awesome.You never wanted to get into the hill bumps. He said, No. Yes, yes. 他一飞，我是连门都不关，你看没有？我注意的关，就是他为什么没有门呢？他为了全卸下来了。他卸下来，他好救，万一要是吊篮的话，吊的话，他能上去吗？我说呢，刚够冻够呛。刚接上我。